跟老公还有孩子一起来到蔚山这个城市，现在是下午4点钟，然后呢我们先准备来这个叫太和江国家庭园，现在这个天气正好。我们来到了老公出生的地方哦。莫奈的桥，前面呢是我一直想来的地方，就是靠开那个梯子的竹林哦，然后看看嘛。哇，好黑啊！太棒了！刚刚拍了最美的竹林夜景，我真的是太满足了。建议大家到这边来，一定要喷上防蚊液，特别是宝宝的防蚊液，一定要准备好。那今天就到此结束啦，拜拜。